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双十一来抢8888元大红包，点击简介链接直达红包会场。10月27日，41岁的著名演员樱桃深夜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自己的健身照，并配文道：“踏实了，睡觉。”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樱桃身穿荧光绿色的半身健身服，扎着丸子头。虽然是素颜出镜，但状态很好。他对着镜子嘟嘴，脸部状态自然，马甲线非常明显，腿部的肌肉线条更是十分流畅，而樱桃整体的状态也丝毫看不出他是41岁的人，青春气息满满。很多网友看到樱桃晒出的照片后留言道：“肉都吃哪去了，又是大晚上不让人睡觉系列。”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奶茶。还有网友表示：“你好瘦，马甲线可以给我摸摸吗？”对于女演员来说，健身是自己平时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女星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樱桃自然也不例外。樱桃也是常年健身，她的好身材更是不输好姐妹刘涛。刘涛的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她非常注重健身，曾多次晒出自己健身的美照，匀称的身材令无数网友夸赞，好状态更是不像两个孩子的妈妈。而樱桃之前在采访时表示，自己为了贴合角色，拍戏之前减肥15斤，希望可以带给观众更好的视觉体验。樱桃自出道后就凭借精湛的演技和靓丽的外表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她相继出演过《我在天堂等你》《桃花灿烂》《杨贵妃秘史》等多部精彩的影视作品，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樱桃也是公认的既有演技又有颜值的女演员，未来也祝愿樱桃可以继续保持好的状态，也期待她可以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